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十九面，倒数第六行，从后面这一句看起啊，我们把文念一念：灵敏洞彻，湛寂长恒，孤明历历，秉赫虚空，灵光多耀。窘迫根尘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啊。这几句是古大德对自信的赞叹描绘，实在自信是没有办法说得出来的，怎么说都说不完全啊，只能够说出他很少的一部分啊。那么综合诸多大德的说法，我们能稍稍体会一点啊。祖师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必须亲证才能明了啊！所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没有证得了，怎么说？就是佛说啊，菩萨说，都很难体会啊！它不是我们的境界啊。在这一段里面呢，也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东西是宇宙万有的离体，啊，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它这个地方啊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它是能生能现，啊。阿赖耶呢是能变，啊，这个能生能现的，一定就是已经有阿赖耶了。如果没有阿赖耶，那就不会有生，不会有现啊。像这个经中所讲的十宝庄严土，就是自性，啊，大光明藏也是形容这个性体。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啊，所以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呢，就没有办法接触到，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现象，我们的思维想象达不到，啊，所以佛经上常用四个字，叫不可思议。啊，四是思维，你想不到。啊，这个思维是有界限的。啊，功能很大，叫第六识。啊，经常告诉我们，它对外能圆到虚空法界，对内呢，它能圆到阿赖耶，就是圆不到自性。啊，所以这个一定要亲证的才能知道，啊，到什么时候能证得呢？在经上都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菩萨的这个戒位一共是有51个，像我们念书一样啊，一年级、二年级，他51个年级。
要到八地，八地很高了，啊，最高的这十地菩萨了，啊，第八地见到了，啊，见性了。这个，啊，这个说见性呢，是真的见到了。啊，如果广义来说呢，这圆教初住就见到了。啊，见到之后，他还有这个无始无明的习气未断。习气虽然不碍事，那就是说，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德能。向好，他不会障碍了，啊，可以说，这些东西透出来之后，跟究竟佛果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啊，就是最初那个宇宙的怎么起源，啊，他们知道那是老师说的，不是他亲证。到八地他亲证的。啊，他证得了。证得跟老师所讲的是一样的，没两样。啊，这个时候就亲证了。这第一句叫临明动彻，瞻即长恒。这是说它的作用。啊，临，我们今天讲感应，啊，极其微细的感应，他都能够体会到，啊，对于这个感应，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它起的作用呢？那个作用是对变法界、虚空界，它都能明了。啊，极其微细的这个波动，现在科学家也发现。啊，科学家有些说的说，这个世界没有物质，所有一切现象啊，都是波动的现象。啊，这是近代科学家他们说的。啊，那么佛法讲的这个宇宙起源是个波动现象，啊，非常微细的波动现象。贤首过世的，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那个里头讲的前面三段确实就是这两句话，从一提起二用，啊，这个二用呢，就是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啊，它升起来了，升起来的时候，它的作用有三样，第一个，周边法界，动彻，这个动彻就是周边法界，啊，临明动彻。啊，变法界、虚空界，他完全知道，他有这个作用。啊，物质现象也如此，精神现象还是如此。啊，在佛法里面讲，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两样东西，但是它分不开。啊，我们在学习这个问题当中，就用现在的电影电视做比喻啊，特别是电视，因为电视现在家家户户每天几乎都离不开它。啊，我把这个电视的屏幕比喻做自信，电视的画面比喻做波动升起的现象，啊，就是精神跟物质现象。
啊，他跟自信永远不能够脱离，啊，脱离就没有了，啊，必须在屏幕上它能够显示，没有屏幕它不能显示，啊，屏幕是真心，这个影像是幻象，啊，一个是真，一个是妄，啊，这什么叫真呢？屏幕上的现象是刹那生灭，是有生灭的，啊，所以这个是虚幻的，不是实在的。屏幕是永恒的，永恒不变的，这是真的。啊，可是你要晓得，真妄不二啊，真妄一体呀，啊，这妙用在此地。啊，它起用的时候真的，它那个波动是周边法界的，啊，第二种呢，出生无尽，啊，它有阿赖耶在里面，阿赖耶是变的，啊，阿赖耶是能变，一切现象是所变，啊，是法界一真庄严所变，能所不二，啊，能变跟所变是一不是二，阿赖耶在哪里？还是在相分里面。啊，见分相分里都有，都离不开。啊，业相、转相、境界相，一二三，三而已。啊，决定不能够独立的。啊，所以叫虚幻、幻想、梦幻、泡影呐。啊，无论在什么状态之下，体都是沾即常痕，沾是清净，啊，即是即灭，啊，我们要用这个经题的，修学的纲领来说呢，容易懂，沾是清净，即是平等。常恒是永恒不变，啊，这些字的是描绘自信，啊，自信的起用，华严经上讲的体相用，都在这一句里面，啊，所以这一句确实是不太好懂。下面孤名历历也是形容的，啊，孤者只有自信呢，啊，真的只有他了，不生不灭，啊，他没有个对立，没有相对的，啊，起用就有相对了，你看精神跟物质就相对，啊，随时相对。它融合在一起，精神里面有物质，物质里头有精神，啊，昨天有一位同学在网络上找到了，啊，这个现在做成光碟，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好像45分钟，啊，这是美国最近的一个科学报告，啊，在探讨，在研究证实水有记忆，啊，这个发现如果成立之后，这个物理学上要起了一个很大的革命，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是矿物，啊，不是生物，哎。居然它里头有见闻觉知，啊，它还有记忆，那有记忆会不会有报复？啊，我们这个对待它不善，它会不会有报复？
啊，如果有报复，那就麻烦了。我们今天破坏地球上山河大地，啊，破坏它了。啊，他要记恨的话，那他报复，他的报复就是地震了。啊，报复就是自然灾害呀，啊，那就很可怕了。啊，所以佛在经教里头一直叫我们一切恭敬。啊，我们讲佛法里面讲伦理，伦理是讲关系啊。啊，我们世间人讲伦理，只讲人际关系，啊，五伦，啊，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君臣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啊，这讲这个。啊，可是佛法里面讲关系呢？不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这佛法讲关系讲多了，啊，人与不同空间维次的关系，不同空间维次的这个生物，啊，还有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这植物的关系，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人与变法界、虚空界的关系，那这个伦理讲的非常非常之广啊！啊，关系知道之后了，佛就教给我们一个心态：一切恭敬。啊，你看佛法忏仪里面，一开头一心顶礼，一切恭敬，我们对花草树木恭敬，对山河大地恭敬。对宇宙万法恭敬，没有一样不是用恭敬心的。啊，普贤菩萨第一愿离尽诸佛，就包括佛家讲的伦理关系。啊，善待万物啊，啊，善待花草树木啊，它有受想行识啊。那这个我们这些年来也把它证实了，啊，我们农耕，啊，对蔬菜，啊，水果树木啊，都有感应。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都有感应。我们善待他，他也善，很善回报我们。啊，叶子特别绿，花特别香。果特别甜，是他的回报啊！啊，那么这些小鸟、小虫啊，要吃这些这个蔬菜水果啊，我们跟他约定啊，我们也照顾他，那他也在照顾我们啊，所以我们的菜园一定画一个小区，那个小区专门供给小虫吃的。他都到那边去吃，其他的他不会去干扰。啊，这个水果树也是的，我们指定几棵树专门供给小鸟的。啊，鸟来吃水果，它就吃那几棵树上的。啊，没有指定的话，它不会干扰。啊，所以我们跟这些小虫小鸟相处得非常好。啊，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照顾。啊，所以我们水果不用农药。啊，农药是有害的。啊，小鸟吃的时候，它要得病啊，人吃了也长病啊，水果本身也变质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用。啊，不但农药不能用啊，化肥也不能用。啊，我们不用这些东西，跟这些啊，这些小动物，跟这些花草树木啊，以善心相待，长得特别好。啊，我们附近这些农夫到我们农场来参观，都非常惊讶，你们用什么方法种得这么好？
啊，我告诉他，我们用念佛的方法种的，啊，我们这个菜园、果木园里面放的念佛机，啊，24小时放阿弥陀佛的佛号，让他们听，啊，我们是用阿弥陀佛种植的，啊，这些年来种植的很成功啊。啊，所以你说什么道理？这里讲的临明动车，战机长横，这就是道理原理。它不离自信呢，它是自信里的变现的。所以我们随顺信德，就样样都美好；违背信德了，麻烦就来了。啊，科学技术违背信德了，啊，是可以把这个果实啊种得又大啊，但是不甜，味道没有了，啊，看起来很好看，吃起来不是味道，啊，那这是什么？这大自然的报复啊！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它了。啊，这底下几句呢，都是赞叹的。啊，禀贺虚空，啊，这赞叹。三种周遍里面，含容空有啊，也就是佛家常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没有边际的啊，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啊，这特别对修行人讲的啊，修行人说应当如此啊，灵光独耀是讲智慧，圆满的智慧。啊，圆满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你能把根尘放下，自信的智慧德相通通现出来了。根是六根，尘是六尘。啊，其实这里头还讲个六识。啊，换一句话说，不能着相啊！啊，根尘就是物质现象。啊，六识呢？它这个根尘里面就包含着有识，根尘是18界嘛。啊，识是心理现象。啊，物质现象、心理现象，通通要放下。为什么？它是假的。灵光独耀是真的啊，灵光独耀就是自信里本具的般若智慧啊，万德万能啊，华严经上佛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灵光就是指的这个啊，只要你放下分别执着，它就现前了。故莲池大师赞曰：“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自信与？”啊，这些通通是赞叹自信的。啊，自信也是不得已强名为自信。这前面说过，啊，连自信这个名字也不要执着。啊，你执着也错了。底下一段说，摄相之旨如上粗明啊，摄相的宗旨、啊、前面这一大段呢啊，说了一个大概，这是一切大乘经都是根据诸法摄相而说的啊，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佛讲经
根据什么？根据一切法真相所说的。说些什么呢？佛说的也没有离开一切法的真相。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啊，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他讲些什么？就是诸法实相。那用一句浅显的话说，宇宙万法的真相，他讲这个。下面呢，再说的本经啊，至于本经的体性啊，这一部《无量寿经》，何得称为实相乎？实相也。啊，这也能称为实相吗？啊，下神奇说，这底下了，为我们声明。啊，确实是的。世亲菩萨，啊，世亲也叫天亲，啊，《往生论》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功德成就。庄严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应知。这个三种成就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啊，佛土是依报，佛菩萨是正报。啊，佛使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啊，菩萨呢正在放下了，没有放下的干净啊，没有彻底。啊，这是菩萨。啊，所以菩萨这梵语啊，玄奘大师把它解释为，啊，翻成中国意思叫觉有情。那有情，它还有情识啊，情识没断呢，但是它觉悟了。佛呢？佛是觉，这一个字就行，后头那个情就没有了。啊，佛是真正究竟圆满的觉悟。菩萨虽然觉悟，情识没断。啊，这玄奘大师译的。啊，玄奘大师以前我们称为古译。啊，古大德，他们翻这个菩萨了为大道心众生。大道心就是觉，众生就是有情，也翻得很好。啊，确实，玄奘大师以后啊，称菩萨了，用觉有情的多。啊，那么这三种成就，就是一真庄严。啊，你看这个。老师啊，庄严佛，这老师的功德成就，菩萨是学生啊。所以在西方世界，在华藏世界，我们只看到那个世界里面的人就是两种人，一个是佛，一个是菩萨。除这两种人之外呀，好像经上没有说。这个世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那这世界像什么？这世界是学校啊，学校只有老师跟学生啊，没有政府组织
啊，极乐世界没有说那边有个国王，啊，从来没说过。华藏世界也没有一个天王，啊，所以我们人世间这些组织的时候，在六道里才有，四圣法界就没有，啊，十法界里面有，啊，你说这个色界天。有大梵天王，啊，初禅天；有摩西首罗天王，啊，四禅天；啊，无色界里都没有，啊，无色界它没有物质现象，啊，它是个这个只有精神，啊，那我们今天讲唯物唯心呢，那是。四圣法界啊，这个是四禅，四空，四空天呢是唯心啊，那个地方人没有肉体啊，就是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他也不需要啊居住这些宫殿呢，他不需要啊，我们说的是灵界啊，完全是。是精神现象，没有肉体的话，那就是幽灵了。啊，可是物质里面一定有精神现象。实际上，精神现象里的还是有物质现象。这个物质现象我们看不见，佛菩萨看得见，阿罗汉也看得见。这就说明，精神跟物质永远分不开呀。色里头有显色，啊，有不显，啊，佛家叫无表色，啊，其实这种色，我们也不难体会。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有没有色？有色相，那个色相自己清楚，别人看不到，这就是无表色。啊，我们想象，啊，我们想到北京，想到故宫，啊，故宫的形象就在脑海里面。我们自己想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但是我想的时候，别人不知道。啊，可是有功夫的人，你想什么现这个相，他看到，啊，不是普通人能看到的，啊，这就说明，物质跟精神永远不能分家了，啊，设唯心唯物都不妥当啊，啊，它是一体，不能把它分成两面的，啊，分成两面就错了。正如同我们现在讲这个，电视啊，电视的屏幕跟色相，它不是一桩事情，但是它是一体啊，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啊，分开就没有了。底下这一句就很重要了，应知啊，你应该知道，略如一法句。什么是一法句？底下有解释，一法句者为清净句。啊，那什么是清净句呢？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给我们说清楚了。真实智慧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也就是经教里佛常常讲的见闻觉知啊，能见能听能觉
能知，而且见闻觉知里头决定不会产生错误。为什么？它是心的，这就真是智慧。啊，觉悟的觉悟了的时候，他不以这个身为身了，啊，这叫色身，叫肉身，他不是以这个为身了，他知道这东西假的，他以法为身，啊，以法为身，啊，法是什么呢？整个宇宙，在佛法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通通是他的身，自性变现出来的。我们这个身体还是自性，没离开自性呢。啊，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一样的，所有色相里都不能离开屏幕。啊，发生什么？屏幕是发生。屏幕里面所现的一切相都是法身，没有一样不是法身。啊，这身，我们明白之后，这是，那就是法身了，也是法身之一了。啊，所有一切动物身都是法身，那跟我是一，不是二，啊，确确实实是一体。我们起心动念呢，通的信息，它通通收到。啊，那每一个人起心都能交互交叉，啊，他非常灵敏，啊，一点都不会错误。乃至于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这个太空当中无量无数的这些星球星系，没有一个不是息息相关呐，啊，啊，刹那刹那。密切的在沟通啊，佛家用这个罗网来做比喻，啊，第十天的罗网，啊，这种交叉的，啊，所以宇宙，佛家的宇宙观呢，它是一体的，啊，所以关系这样的密切，啊，这叫法身，法身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呢是说自性，无所不为呢是说阿赖耶，啊，阿赖耶是个妄心，自性是真心，真妄不二，啊，所以这个跟哲学不一样，啊，民国初年，欧阳靖吴大师。在第四中山大学发表一篇讲演，啊，当时也震撼了学术界。他说：“佛法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啊，讲了这么一个讲题，啊，这不是宗教，我们不谈它。为什么不是哲学呢？哲学有能有所。佛法虽讲能所，它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它这个不是哲学的范畴，啊，不应该说它是哲学，啊，那说什么？佛法就是佛法，不能用其他的名词去代替，啊，这是欧阳大师的说法，我们听了之后感觉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说：“而是经世所必须。”这个话说的非常中肯呐，啊，啊，所以无为是体，有为是用，无为是清净寂灭，有为那就是。三种周遍里头第二个所说的畜生无尽，
那我们明白真相之后，用什么心态去应对呢？那就是含容空有。你的心量本来就是如大，你全都能包容。包容你不会去计较。真的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本来如此如此啊，个个都是这样啊。所以此论呢，只显离思无碍之一真法界。即思而真，当相即道啊。那么这是讲极乐世界的诸佛菩萨啊，跟这个他们去生活的环境啊，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这是黄老对于世亲菩萨的往生论里面讲的这个几句话他非常赞叹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也常说，也常常引用这句话显示极乐世界是四离无碍的一真法界即四而真四是相真是性性相不二性相一如是当相即道道是讲的性相是讲的事这两句话意思相同那么极乐世界种种一真庄严一一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天亲菩萨说的这个意思在此地他把你显出来了真实是自信智慧是般若无为是德法身是相它是一体的一切皆是实相法而如是自性是实相般若是实相，德也是实相，相也是实相。故因本经以实相为体也。这从往生论上天亲菩萨说的。下面明朝去安大师云：“穷灵玉照。”群灵是讲西方世界的宝树，玉照是莲池，这个我们大小本里面都看到。知心与心源，心源是自信，受量光明权杖与自信，受量是德，光明是智，权杖与自信。通通是自信圆满的透露出来我们常常讲自信放光啊，光明遍照啊，就这个意思彰是彰显游戏大师云中超里面讲的意思跟这是一样的穷灵玉照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也然则执显于心源权杖于自性故何相之可得哉相即非相非相即相这是大乘教
到终极入不二法门，啊，入不二法门呢，就是佛常常教导我们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契入了。啊，做到不分别、不执着还不行，还没有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法身菩萨，在《华严经》里面讲，原教初住以上。啊，放下了分别执着，还有起心动念，你还没出十法界。没有出十法界里，你就没有办法契入不二的境界。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界限，凡圣的分水岭，超越十法界了。这就明心见性了，就像我们一般讲成佛了。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那就是他的《金刚经》讲义啊，里面所讲的诸佛如来，你看他注解里面讲，诸佛他不是众多的佛。诸佛是42个阶级，啊，就是十住，这都是原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啊，他解释这个诸佛如来就是42位诸佛如来，啊，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那见明心见性是他已经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就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那在这个境界里头，为什么还有42个阶级？不起心不动念的，为什么还会有阶级？那有阶级不就是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佛设置42个阶级，啊，那我们能体会到，这42个阶级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啊，非有非无，啊，你要说有，起心动念没有，哪有42个阶级？你说都没有了，他无明习气没断。无明断，起心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断了。无明断了，还有无明习气。啊，无明习气有浅薄，这个厚薄不一样。啊，刚刚断无明的习气还很浓，啊，那在下面，越往上面去的时候就越薄，啊，习气也不好懂。啊，所以古德用酒瓶做比喻，啊，这个比喻很好。啊，盛酒的瓶，把酒倒光了，倒尽了，里面擦得干干净净，一滴也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啊，可是闻闻有味道，那叫习气，那个味道擦不掉啊。那他也不碍事啊，啊，你来装其他东西都不碍事啊。所以这个习气啊，时间久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啊，所以在这个十报图里面，他们用功啊，断这个习气，他们有别的办法，叫无功用道，啊，这你不能有一点念头，你一起念，你就堕落了，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所以他决定不起心不动念。啊，在这个时候，就烦恼断尽了，不需要再为断烦恼这个事情，去用功夫了。啊，在这个时候，
自性里面的慈悲心现前了。啊，他已经得到的是自性里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性德出来了。他就跟变法界虚空界里头一切众生呢起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应。啊，原教初住菩萨就有这个能力。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像观世音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佛菩萨没有自己的意思，我要想现个什么身，那他就是凡夫了。他没有我了，啊，他那个我是化身的，他没有这个单独人，没有这种念头啊。那么化身在哪里呢？化身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一念就起感应，啊，这感应有四种。啊，决定有感应，有的是感应我们自己业障太重了见不到。啊，真有感应。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那就晓得我们在一切处一切时不能有不善的念头。不要以为哦没有人知道啊，动一个不善念头。嗨，诸佛菩萨那个人数比及地球不知道要大多少，全知道啊！啊，不但诸佛菩萨知道，我们上面讲的这些，这个几段也说得很清楚，所有物质里面都有见闻觉知，他都知道。啊，我们在起心动念，这注意般能知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一切物质都有受想行识。啊，念头起了，他有感受。啊，他也会想。啊，我们从华严观里面说。这个就讲的这些事情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小到什么程度呢？佛家讲的微尘。华严观上这三种周遍呢都是以一尘做比喻，一粒微尘呢肉眼看不见的。啊，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原子电子。啊，基本粒子啊，这样一粒微尘，它的能量周边法界啊，这个能量弥勒之后就变成见闻觉知，啊，变成这个受想行识，在自性里面称见闻觉知啊，自性里头，在阿赖耶里面呢，就叫做。受想行识啊，受就是前五识，想第六识，行第七识啊，最后一个是阿赖耶识啊，受想行识那个识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能量。啊，六七两个识呢，是分别执着。我们今天讲的那是信息。啊，前五识的时候，那是在物质里面起的作用。啊，它有受，啊，前五个是受，它有接受的能力。
啊，所以基本粒子都有受想行识。那我们这个身体是多少这些基本粒子组成的？啊，每一个为这个基本粒子是都有受想行识。啊，佛在经上常讲，在这个人身上讲一毛断，叫汗毛，汗毛断。啊，在医报里面，就是物质里面讲的说一微尘，有受想行识啊。啊，所以现在这个科学家用水试验出来，水会看，会听，啊，懂得人的意思。他有感受，他有受想行啊。那么现在试验出来的时候，他还有记忆，那个记忆是识，阿赖耶识含藏种子，它是识起作用。那他就是受想行识，他全了，他通通具足了。这就说是物质里头具足了心法。啊，佛家讲五蕴呢，色这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啊，任何物体里有啊，你没发现呢。啊，所以这佛法实在是了不起。啊，到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现象呢？啊，一般上来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就见到了啊，这个现象就见到了啊，彻底明了，看到宇宙的缘起，宇宙缘起什么时候啊？当下了，没有过去、未来呀，就是当下的一念呢。啊，时间空间是假的，幻觉啊，在佛法里称为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叫抽象概念，没有事实啊，就在当下这个下面这两句是此证无相不相啊，无相无不相啊，这一句是这个意思，相而无相之真体，那就是实相啊，这是说明佛说无量寿经也是根据实相说的，盖无人心性，量通法界，临明洞彻，瞻基长恒，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极乐世界非在心外，百界千如，见我本具。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我们的心性，心性量通法界，法界就是宇宙没有边际。为什么心性没有边际？中国古人说过两句话：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中国人描绘心性，所以我说咱们的老祖宗啊，是佛菩萨再来的，绝对不是假的。他跟佛说的完全一样嘛，
就是两句话，你想那个吗？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决定没有边际的，你找不到边际。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是这个科学家，是物理学家讲的宏观宇宙，其大无外。啊，量子力学是讲其小无内。啊，像这两个极端去研究。啊，怎么样研究，也没有办法超过经典所说的。啊，为什么？靠这些机械，靠这些数学，没法子，那都还有界限的。啊，佛怎么知道的？佛从禅定当中证得的。啊，他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一放下之后啊，这个真相大白，他就现前。啊，然后才晓得，哦，起心动念是无始无明烦恼。啊，这个用的词都好啊，无始无明烦恼。啊，他们又开始啊，啊，为什么那一念嘛，就是那一念。啊，我们的麻烦是一念，他又接着一念。它产生了相续相，如果那一念要是觉悟了，那相续相就不生了，常寂光马上现前。啊，所以问题没有先后，啊，确实就是当下这一念，这一念你抓不住，它太快了。啊，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啊？不就弹指五次的话，那就是1600兆。你怎么能抓得住？啊，所以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不要在这上操心啊，操心就错了。那操心你就生烦恼了。你就堕到无明里面去了，哎，你统统把它放下就对了，你的真心就现前了，啊，真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这佛家讲功德，无量功德庄严，啊，庄严就是相好，是两通法界。啊，那法界从小的上讲呢，小而无内。啊，佛讲呢，一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里都有世界，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它平等的，一样的。啊，普贤菩萨能够进入微尘世界里面。去拜佛，去供养，去听经，普贤菩萨有这个能力。啊，为什么普贤菩萨有这个能力？普贤菩萨回归自性了，所以他这个十大愿王。每一愿都跟自性圆满相应，他有能力入微尘世界里面去拜佛，去参学。那我们也晓得，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这是法性，啊，所以佛家常讲啊，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没有底，就这个道理，没有啊，没有底啊。
啊，法心法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临明动车瞻即常恒，这将它作用啊，数穷三际恒遍十方，啊，这个数的来讲，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这是讲一个讲的时间，一个讲的空间，恒遍十方讲空间。啊，周遍时空。啊，这讲自信。然后再跟你说，极乐世界非在心外。是自信遍的。百界千如，皆我本具。啊，这是讲整个宇宙。啊，千如，这是《法华经》上讲的是如是。天台大师把是如是展开来为千如。啊，十法界展开，每一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就是百界。啊，这是讲。整个宇宙里头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它这是八个字就讲尽了，啊，都是自信本具的，啊，下面这个结论你就懂了，心净则佛土净。途径则我心净啊，那我们现在要想解决地球上的问题，怎么拯救地球？这两句话就够了。我们的心净，地球就清净了。地球清净了，证明我们的心清净了。啊，因为它是一体。所以它的感应非常非常的灵敏啊！那我们今天破坏地球，你有没有破坏地球？有啊！我什么时候破坏地球？你天天想的贪嗔痴慢啊！你天天想的损人利己，你就是破坏地球啊！啊，你自私自利。搞名闻利养，啊，贪图五欲六尘享受，这个都是错误的呀！啊，你的心想不心行不善呢，你就在破坏地球。再近一点讲呢，你破坏自身。啊，这个身体小宇宙啊，外面是大宇宙啊。不善的思想的时候，让你身体不健康啊！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人身体是个机器，这个机器如果你能够爱惜它啊，能使用多久呢？以前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告诉我啊，他是个老中医。啊，医学很高明，啊，他告诉我，至少要使用两百年。你没有活到两百年呢，是你自己把身体糟蹋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这个道理：心净则佛土净。如果我们是用清净心，这个身体肯定两百岁，啊，还能超过的。啊，中国有个老人彭祖八百岁。啊，我们一般人不敢相信啊，啊，是不是传说？如果照佛经上来讲，是可能的。啊，释迦牟尼佛还有个弟子还在世间，啊，他没有入灭，啊，谁呢？大迦摄尊者，他要等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
啊，他做代表，所以他的身体留在世间，哦呦，那要留多少年呢？要留几十亿年呢？能吗？能，一切法从心想生。那都要以从这个地方看，这彭祖八百岁那太容易了，那成什么问题？那不成问题啊！啊，所以我们的寿命长短操纵在自己手上，不在别人。啊，要懂得说，心静重要，心清净不能有染污。啊，那就是说，一定要放下妄想执着。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清净心现前了；不再分别了，你的平等心现前了。有分别不平等，有执着不清净，那我们的经题清净平等觉，啊，真正达到清净平等觉自然起来，这开悟了吗？啊，这就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呢，跟我们的身体有密切关系，跟我们的环境、山河大地也有密切关系。啊，知道这个关系，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就晓得，我们可以救这个地球，我们可以化解这个灾难。啊，方法就是用清净平等觉，自己要认真学习，还要讲给别人听。啊，为什么呢？别人跟我们有共业，清净平等心的人多了，这灾难就不生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觉悟的人啊，觉悟之后，他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教学。啊，帮助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他觉悟，就这么一桩事情。啊，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他没事啊。何有一法了，在我心外？祖师大德常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那个心是自性。啊，没有一法了，在你心外的。本经所全，只显本心，全掌自性，当相即道，无非实相。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啊！佛说《无量寿经》啊，说这部经，古时候祖师大德为我们介绍，世尊当年在世，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啊，一切经佛只讲一遍，没有讲过第二次，唯独无量寿经讲过很多次。现在有迹象显示出至少三次，啊，至少讲过三次。可是无量寿经从汉到宋朝这800年间，
总共有过十二次的翻译，就是说他的译本有十二本。啊，这十二本呢，很可惜的，有七种失传了。啊，在《大藏经》里面目录上有，但是经没有了。啊，失传了七种，还留下五种。这个五种在《大藏经》上都有。五种里面呢，出入很大。如果是一种原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出入，大同小异。啊，你说《金刚经》，《金刚经》有六种不同的译本，这《大藏经》上，诸位细细去看看，大同小异。啊，《无量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的发愿的。啊，现在这五种本子里面有两种本子是四十八愿，有两种是二十四愿。啊，宋朝以末后的这一种是三十六愿。啊，这是翻译的时候决定不可能有这种差误。啊，所以古大德根据这个判断，佛至少讲过三次。啊，那么七种失传的都没见到。啊，这证明多次宣讲，那多次宣讲它一定有用意。那就是这个法门太重要了，这个法门真实利益众生呐。也可以说，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呢，这经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他老人家多次宣讲。啊，如果我们能够会得当下即到，无非实相。这是什么境界呢？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就入这个境界了。啊，相是什么现象？我们当这个现象，就晓得这是自性。啊，这个相呢，相是自性变的。古人讲，一静作气，气气皆静。啊，看到气，晓得这就是静。啊，静跟气是一体，不能分的。所以心在哪里？我们在禅宗语录里面看到的，虽然看不懂。啊，老和尚测验学生。啊，他开悟了。啊，悟了怎么是什么样子？随手捏一个比一比，没错啊，他真的就悟了。啊，不念东西，撑一个手指也行啊，是当下即到嘛。啊，老师给他印证，这真开悟了。啊，真的起悟了。啊，就在现前的，没有离开当下了。啊，无非实相。啊，真正悟入，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了，烦恼没有了。给诸位说，无明烦恼断了，你才见心，不断不能见心。无明烦恼断了，你就知道。分别执着就没有了，啊！从无明里面生分别，分别里面生执着，那个根断掉的时候，枝叶全没有了。他生的什么？他生的是智慧。
啊，圆满的智慧。啊，真的见性之人，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跟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没有学，他不要学，为什么？他不立自信嘛。智慧、神通、道力圆满现前，啊，一开悟，跟老师就平等了。啊，老师就告他：“如如是，我亦如是，平等了。”啊，这个性德完全流露是没有增减的。啊，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啊，这个清凉大师在《四十华严经题》里面讲了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所说的一切经都是古佛所说的。释迦佛没有在古佛经上多加一个字，我们能相信吗？释迦佛之前没听说哪个佛，以后佛跟我讲了，哦，他是贤界第四尊佛。但是每一尊佛出世的时间很短，没有佛的时间很长，他怎么是古佛所说的？他见性了，古佛也见性了，见性就佛佛道同啊。既然是同，那你可以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古佛所讲的，也可以这么讲，古佛所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它是一不是二嘛？迷了才有一二啊，悟了的时候没有啊。啊，那么这个表象太好了。啊，表象回归到心得了，没有自己了。啊，像孔老夫子给我们表的法，那怎么不是佛菩萨？述而不作，性而好苦。啊，他开悟了，古人也开悟了，古人东西就是他的，他的东西就是古人。啊，他不说自己的。他说我东西全是古人的，破众生的傲慢心，这个用意就太好了，这个用意就真是功德了啊，现身说法了啊，众生就是这些烦恼啊，贪嗔痴慢放不下了。啊，世尊给我们显示这个态度，这个，孔子给我们讲的这个，啊，我们如果能体会他的意思，要感恩呢，他这是教导我们，啊，让我们彻底放下贪嗔痴慢，啊，自己谦卑尊重别人。啊，自他不二啊！啊，从谦卑里面才显出心得，从礼赞里面啊显出自信的德行啊，真是智慧他们现身说法了，来教我们了。啊，我们
要能体会得到。下面如要弥陀要解云：设相无二，亦无不二。啊，无二是从体上讲的，无不二呢是从作用上讲的。啊，是故具体作一作证，作法作报，作自作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因之所应也。说这么多，就是前头两句话，啊，实相无二，亦无不二。所以，具体就是全体。啊，变现出这，变现出是一报，或是正报。啊，这个地方的一正，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晰的概念。啊，正报说，正报是自己。啊，一报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叫正报。你要说说哦，正报就是一切人，那就错了。啊，正报是自己，就是一个人，我自己之外是我的生活环境，啊，那是其他人是我的人事环境。啊，我的环境里头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啊，有自然环境，那全是属于环境，环境都是一报，啊，所以正报就是自己一个。啊，释迦牟尼佛的身，那是他的正报。啊，我的身是我的正报。啊，以我来讲，释迦牟尼佛是我的依报。那从释迦牟尼佛来说的是，那我们是他的依报。啊，所以这个观念要很清楚。啊，正报就是自己一个。啊，做法做报，法是法身。报是报身，啊，做自做他，啊，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自性，全是一个自性变现的，啊，这像什么呢？像梦中所现的一阵，这很不好懂啊！怎么我自性变现，我怎么又会变现别人呢？变现那么多人呢？啊，这里的人还有冤亲，还有冤家对头。还有很不愿意相处的，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就像做梦一样。啊，你看做梦，你哪一次做梦里头没有自己？你能不能找到一次做梦里头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就不会做梦了。梦里头一定有自己。啊，你梦到很多人。啊，梦到山河大地，那都是依报啊！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有经验的啊，这是意识心起的作用啊。那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自性起的作用，其实梦中还离不开自性啊。你追究的根源还是自性，全是自性所现的。啊，下面讲能说所说，能说法的是佛了，所说法的是经典的。啊，能度众生的是佛菩萨，所度的这是一切众生的。啊，能信所信是自己，能愿所愿也是自己，我们自己发愿，能愿。啊，我们希望我的愿可以能满，啊，这底下通通都是有个能，有个所，能所是一，不是二。
啊，不二就是实相。所以幕后这一句啊，无非实相正因之所应也。啊，所以一定啊，要细心去体会，啊，佛所说的这些话，句句都是真实话，句句都是讲的诸法实相。我们如果认识了，肯定他了，你心就定了，你心里面就不会起心动念了，你就切入境界了。啊，纵然是不起心不动念，太深了，我们做不到，这是事实。啊，我们从浅显地方做，不执着，不分别。啊，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我们从这两处去下功夫，啊，见色闻声，不执着，不分别。啊，你修什么呢？不执着，修清净心；不分别，修平等心。你是在真学了。再跟你说，这叫真念佛。你不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吗？你念佛有分别有执着，也不错，待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如果你不执着呢，那你念佛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啊，你要不分别呢？那恭喜你，你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为什么？你平等了，平等心是十报土，啊，清净心是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四圣法界，啊，叫方便有余土，啊，分别执着都有。你的心还不清净，也能往生，啊，这个法门太殊胜了，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啊，万修万人去啊，啊，断烦恼是真不容易啊，啊，那凡圣徒怎么去烦？凡圣徒的时候，这一句佛号。能把分别执着控制住，像石头压草压住，有没断，哎，但是它不起作用，这就行。啊，在什么时候呢？在往生那一念，最后那一念，你一句佛号，心里还是一句佛号，没有其他的念头，你往生。啊，最后一念呢，你想着别的事情呢，那你就回六道来了，你就去不了了。哦，这个事实真相非常重要啊，你要搞不清楚的时候，往往这一生就耽误了。啊，一定要搞清楚。那平常念佛是平时像练军、练兵啊，临终那一念那是打仗啊。啊，所以很多人平常念得很好，念了一辈子，临终不行了。啊，他有牵挂，放不下了。我见到啊，啊，我出家的时候，啊，在台北圆山灵济寺，有一个老居士，啊，年岁比我大。学佛比我久，啊，这个寺院里头有个念佛会，他做维诺，你看临终念佛，啊，到最后啊，他没往生，
啊，临命终时，大家给他助念。啊，他跟大家讲：“你们不要念佛送我，我不喜欢。”又搞轮回去了。那到那个时候，自己做不了主了，无明烦恼习气太重。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放不下嘛。所以这个放下了，现在就要放下。不要等着明天、明年，那个麻烦就大了。啊，这个老居士，我们平常很尊敬他，念佛念得好。你看，能当为诺临终，最后一招，不行了。啊，没有真的放下。所以由上可见，全经胡论在一实相中，这个胡论是完全的意思，完美的意思，完整的意思啊，全经字字句句都在实相里。这话是真的，故云以实相为体性也。啊，说这些没有别的，让我们相信佛说这部经啊有理论依据，不是随便说的。啊，那一般呢是从自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这样讲也能讲得通啊！幕后这一段举本经里面经文做证明啊，又本经得尊普贤品云：开化贤士真实之机，真实之机就是自性。啊，开始教化众生啊，贤士真实之际，大教缘起品云：于真群蒙会以真实之理。啊，佛说这个经，群蒙是一切众生，佛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他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讲到究竟处，你不离开六道轮回，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离苦。我帮助你升天，天父想完之后，你还要堕落，这个不究竟呐。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你出不了设法界，你没有得到真路。啊，所以佛帮助众生，真正只有一个目标，帮助你脱离十法界。往生到一真法界。啊，这个问题才真的解决了。啊，这个十报庄严图啊也叫做一真法界。那个地方的居民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那是什么世界？佛的世界。啊，到那个世界真的都成佛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他们能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感应道交，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没有起心动念，怎么会感应道交？我们初学佛都有这个疑惑，这个疑惑搞了几十年了。那我们去向老和尚大德们去请教，他也讲不清楚啊。几十年的学习，慢慢慢慢就体会到了。啊，这是自信的信德了，不可思议。啊，信德常寂光，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那个五句话。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这句话讲清楚了，但是我们原先不懂啊，听不懂这话的意思啊。啊，自信里头，样样具足，没有一样欠缺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通通在里头。啊，但是它不显，啊，就好像我们这个电视屏幕一样。我们没有开开，啊，只看到一个荧幕，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这个事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一按频道不就出来了吗？啊，它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所以它什么都没有。那么，它应的时候会不会现呢？应的时候会现。啊，怎么现呢？感应。那这个频道谁去按呢？那个感的人就感，他应是自然的，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感的人，啊，求佛菩萨了，啊，保佑他了。啊，所以这一念心的时候，这是感；他应的时候没有心。正如同我们现在的比喻，实在讲，比喻只能比喻个方法，没有办法比喻得恰到好处，那做不到的。啊，就像是做了水试验一样，水是矿物啊。啊，我们对他起个念头，啊，我喜欢你，我爱你，他接受了，啊，他反应给我们的时候是很美丽的结晶，让我们看。我们给他传个另外一些，我讨厌你，我恨你。啊，他又传个信息了，很丑陋的东西给你看。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谁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他怎么会？啊，佛在古时候啊，有用这个钟鼓做比喻。啊，他说你敲钟，你有意思去敲它，它就会响。啊，你敲得重，它声音大。敲得小，轻，他声音小，他有没有起心动念？他有没有分别执着？自信那个反应、感应呢，就像钟鼓一样的，他确实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这大口则大明，小口则小明。啊，真的没有起心动念。为什么这个道理的事啊？因为自信里头有见闻觉知，它是不生不灭的。受想行识有生命啊，弥了从自信变成阿赖耶就有受想行识，将来转世成智了，阿赖耶受想行识就没有了。色受想行识都没有了，就是回归自信。啊，这个的确是
是很不好懂，但是它是事实真相。现的相全是幻象，千万不要当真，当真你就错了，当真就造业了。业有染业，有净业，有善业，有恶业。果报就不一样了。所以佛对一切众生真的是给予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真实上是叫你明心见性，叫你回归自信。借公雷德品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他这里觉得好啊，他讲了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之力，助真实慧，讲了三个真实。唯有助真实慧，才能够勇猛进进。那真实智慧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教给你的方法是一向专念教给我们修学法就是回归自性的方法，大彻大悟的方法脱离六道十法界的方法，往生十报庄严土的方法，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真干的人呢？像莲池大师所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我现在明白了，懂得世尊真的意思，真实意了。我不再找这些麻烦了。这助真实慧多久能成功呢？顶多三年。真的，一点都不假。三年，你就能够得到念佛三昧，你就能往生了。证明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你去看看，这个里面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是三年就往生了。所以过去有一位法师问我，这位法师也不在了德荣法师好像过世不少年了年龄跟我差不多曾经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是不是往生传里讲的这些人刚刚好就三年寿命，三年的时候他寿命到了他就走了。我听到这个问题我不以为然，哪有那么巧那两三个人也许可能的，真的他那么多那几百个人的，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他怎么会三年往生呢？肯定是他三年得到功夫成名，他寿命不要了功夫成片好的我们讲也把功夫分为三六九品嘛三杯九品嘛，那个上品的往生就自在，他想走就走
啊，我有寿命不要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到那边去修行去。难道他就真的就走了？啊，前几年，深圳黄忠昌居士30几岁，很年轻，他做实验。啊，闭关念3年佛，看看能不能往生。啊，他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圆满，他走走了，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不要了，这世间太苦了。啊，那度众生呢？他这一表演就是度众生。啊，他不是用言教，用身教做出样子来给你看，叫三转法轮里，这叫示转，示现出来这个样子，让你看看，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太多了，这种例子太多了。啊，这是主真实慧眼。啊，一门深入。啊，这个功夫得到了，三昧是定，定肯定生智慧。啊，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啊，心不清净生烦恼，心清净了生智慧。净宗得到这样的功夫的时候，一个是往生极乐世界，一个是留在这个世界度众生。啊，留在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他有任务。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去吧，自己往生呢，随时都可以去，来去自由啊，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他一点挂碍都没有啊。啊，他住在这个世间，才真正叫带众生苦。啊，他要不住这个世界，他就不能帮助别人啊！啊，他住在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还愿观》上讲的4种德了。啊，随缘妙用啊，威仪有责，如何制止带众生苦？他干的是这个。啊，那么他带众生苦，是不是真带众生苦呢？没有，他示现的这个样子，为什么？他心清净，他没有分别执着，哪来的苦？啊，所以他心里很自在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那都是示现的，啊，释迦牟尼佛三衣钵，树下一宿，他多快乐啊！啊，干脆我们看到很苦。不是我们受不了啊，他能受得了，金刚不坏身啊，所以他那个里头说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这个今天时间又到了啊，好，明天我们接着再学习啊，今天就讲到此地。